武成王黄飞虎到齐，依然是子曹金代被封为开国武成王，那个盛情也热烈，咱就几乎不说了。武成王来了之后是一心击死国王，这个消息震动了全国，大小诸侯都知道这事儿，自然也传到纣王和文太师耳里。咱说这个太师文帝前得李冰追赶武成王黄飞虎，结果回去拜会，发现一群人马是黄飞虎，为了朝歌了，他就紧追不舍，一直追到京里，前面那伙人马没了。再说这个天气上演了，是清虚道德真君耍了个把戏，把文帝给蒙住。看来这文帝道德还不是太高深，有件事情他知道，有件事情就不了解。但是进了京了，他明白，哎，上当。上当了，嗨，姑爷能叫黄飞虎跑了，莫非这个是天意不成？我再回去追，肯定都追不上。魏太师的命懊恼的不得了，每天也出门苦脸，现在消息传到嫂子，黄飞虎平安闯过福贵，安然无恙到达西岐，官拜武成王。不过改了个字，再早叫镇国武成王，现在叫开国武成王，歌颂进士。气得镇平阳帝和眼睛都睁了，这还了得？完了，完了！黄飞虎这一开先例，如果各地诸侯纷纷效仿，成唐江山不就彻底垮台了？马上可协力，他要亲自出兵。对徒弟叫吉利，这些谋士对吉利有几个眼睛，一看师父动怒了，赶紧回劝师父，天启雷霆之怒欺负他们，师父你还得承认你不能出兵。为什么？师父如你，你看到处包阴地，正东正南两路战争，现在萧家还没灭，山山关、游魂关战斗激烈，每天都死多少万人。现在北边土后子、西边姬发全都散了，没让人应当振作中央，兵哪儿都不能。你要一离开家，家里要再出点事还得了？我看派一大将去。在出根据维持了，你不下了学习要整顿朝纲，哪能轻举妄动？言之有理。那么你说派什么人去合适？这个我就不清楚。反正您派有一个上将，咱这上将还是有的，有能的人还是不少。我明白。曹雷前来见我，是只见他哥俩黑白二将，官拜龙凤大将军之职，有能耐。二人挥洒全身，来到延安宝殿参见太师。二将军说：“太师，谢太师。”王培武满心不关，投靠了姬发这事你知道。先是上报，一路也不敢走。我有心亲自征讨，无奈曹兵势不繁多，我现在去，命你二人率领金兵三万，兵发西岐。你二人可乐意？问听太师指示。二将军，让你去，不要是探听虚实，究竟将压有多大的势力？究竟的人心是怎么想的？你们主要是这个看清了虚实，就可以大出奇见。
聊天时间也不要轻举妄动，咱们要做到心服口服。是，末将领在，末将领在，明天就出发。是。第二天，朝前头人率领金兵查案，后两条车浩浩荡荡出发。这套书，曹英，你们这边和谁商量？哥哥兄弟啊，太师没派咱们，曹一路就派咱们了。可见太师眼里头有咱们，咱不能给太师丢人，应当建功立业。是，人刚才使的字，一回来带着咱哥俩露脸。上报军恩，太师，咱也对得起列祖列宗，可以暂停。娘子骂的什么娘？不就卖面面老头满卖不着，是个江湖的故事，没什么了不起。天地之道，无人之地。走到前头，背道而行。人家走出来了。关州过关都是人家的地方，他不管。单说这些，我来到西岐山，转过西岐山就来到西岐城。你先观察，西岐的地方离南门五里，找个远离的地方安顿下来。咚一声炮响，安下了连营。哥俩的营长，立即天赐将官。当时心里头慌，张大伙随时准备战斗，每个人都抱着信心，决心报效军令。众人也都表了态。第二天早晨起，曹仁起令，首先出马。曹仁是一员武将，面系滨州的人，铁盔铁甲，大黑马，掌住战马蛇矛枪。率领三千之军到城外头，这么大的事儿，城里人不知道。姜子牙运筹帷幄，早就做好充分的准备。郑国成王黄飞虎，老将军黄祖正在听你执勤。听了报告，曹玄、曹仁在，今儿俩。姜子牙点点头，来接太子。我就是需要他们。不成马路，我要救你。丞相，曹仁、曹仁忠厚可敬，但是咱们终不上阵。此次一来，恐怕是一场鏖战。望丞相速做准备。不成马放心，我没说吗？他们是来的正好，我叫他们来不回。南宫可敌。南宫科一直给超越猛的南宫将军，我给你军兵五千关前出战，是不是？不准备，你听听，俺得了你命啊！摆到准备，备马抬刀，三声炮响，关门大开。南宫科率兵哪来的多些？立马横刀往对面看一看，三人。你说这黑家伙，这不是曹雷吗？哎，曹将军，一向可好吗？南宫哥哥有礼了。我让你将军，姜子牙怎么没出来？姜子牙是我们丞相三军统帅，能轻易出来，有何不可？我们丞相刚才说了。欢迎你们弟兄光临呐、啊！带来多少人马呀？来，我们收装包暖，好吗？正好我们人手不够用，你们给添补添补也不错。什么时候投降？万里投降，要踏平你的西岐城，哪里来？曹仁说的是从马，光十毛钱是大战南宫科。刀枪兵战不管这曹雷能耐再大，不是南宫科的对手。南宫科想丞相说的行，这样是非打胜不可。
不能杀来的，抓住活的，让大伙看看，杀人是九回合，暗海一错位，再看南宫和大刀交三手，心心原地，如来一把抓住大帅。来一个杀一个，对咱们不利。
没有这个意思，我不才不去劝出去了，好吧。那么王爷你就辛苦了，我谢谢你。成王下去哪里，在这院里园子一看，这咱们挨刀子把咱不干，跪着手军兵往左右一闪，手也松了，这不行，下去可苦着呢。武成王到近前，曹将军，曹将军真有本事，别说绳子，咱大刀举起来，看这脖子那么长，眼睛要中刀了，不是走了。有这么一件事就说明武成王好人，君子当傻子，能叫他心服口服，这是上策。当时跟曹爷一见面，曹将军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你这个人心里不罪恶，我先问你，我为什么反你？我疯了，我傻了，你他妈走投无路，军系臣妻刚昌先到，乱了流氓，他好色不分家里外的，这个无道的主意，所作所为令人发指。你给他卖什么命啊？你好，你忠于他，他领情吗？他要有明白的忠于你，为这粉身碎骨没的可说，你为这混蛋玩命，你犯的伤口将来一笑大方。将军，我不想说别的，你我都同殿称过臣，我知道你是好人，现在你看看，武王得配天地，迟早必成大器，江丞相正在用人时，如果你我同保武王，何乐而不悲？你肯定不能亏待，拿我算个什么？我背叛之臣到了今天，你看我不说贪图小恩小惠，给我修王府又封我官，我就高兴，并非如此，说明人心都是肉的，你得保着明白的。将军服个软，投降没你的规矩。曹雷是低头跪着，身上话是开心小，啪啪啪一套道理这么一讲，不行，王爷，你说的是至理名言。我刚才我火头太冲了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我辱骂了姜子牙，他能饶我？姜丞相何许人也？你说那是冯长烈，姜丞相胸宽似海，怎么能计较此事？我已经请示过，只要你服个软，愿意投降，姜丞相双手欢迎。那好，咱老王爷替我说几句好话，我乐意。好，稍后便可解决问题。武成王回来，跟姜子牙一说，姜子牙答应。来来来，松马，一句话听到没？二次赴会结案件，再看曹仁双膝跪倒，也不像刚才那样。丞相在上，败军之将罪该万死，我谢谢丞相。云山四座，他坐下了。曹雷是满面羞愧，在旁边坐下。多谢丞相，刚才我说话你一次都没有说错。曹将军，过去咱们也同殿称臣，你是龙泽大将军，我是下马，你的为人你没有错。真心愿意投降，真心，真心。如果您收留我，我感恩不尽。那么你哥哥肯定在界还在城外，此事怎样解决？是，我故意就是为了这。丞相这样，你要能相信我，就把我放了，我回去见着我哥哥，陈述一题。我相信，我哥哥跟我一样。愿意投降，那是率人马回去进行西征。好，我太相信，命了不及，敌了不忧。
吃完饭再走，不会，我心不走，马上就出来，我哥还见你，那就听你这喜信喽。是，成语派，我也得把喜信儿传出去。比方说，我跟我哥闹翻了，那我们就分道扬镳。他走他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独木桥，还是投降，好吧？既然那样，我就不挽留了。哎，兵器马匹一应足，管理将军，你可以多谢他们。来，回头见，回头见。